异想家2019年嘉义艺术节伫咧十号是再度来举行记者会，邀请到最惨嘉义系列音乐会当中受邀的知名团队塔拉喇叭乐团，佮有对韩国前来参与嘉义艺术节的打舞团来参演。无同款的艺术融合，展现着嘉义艺术节兼具着在地化和国际化的艺术能量，嘛邀请民众把握一档一届机会，共同来参与，走入来艺术的迷人世界。塔拉喇叭乐团用乐器动作的古音乐来对白，以趣味丰富的音质带动着管乐演奏的新曲式，综合着音乐行动为表演节目，更加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欣赏。精彩的节目伫咧十号由文化局举办的宣传记者会当中，和民众抢先来欣赏。嘉义艺术节举办到即马已经12天，场次、特场、人潮拢爆满。文化局嘛宣布，包括塔拉喇叭乐团，佮有对韩国前来参与嘉义艺术节的打舞团在内，知名的演艺团队准备参演，盛大艺术央演，格调不断。韩国来的塔舞团哈，将带来现代舞的表演。那这个表演呢，它也跟我们在地的云嘉男的同学们呢，学员们呢，一起来做合作编创哈。他在下礼拜的两场演出里，还会跟这些学员呢有一个节目的一个一起演出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今年也邀请到这个很有趣的塔拉喇叭乐团哈，他也为我们嘉义市制作了一出《火鸡王》的音乐剧哈。那另外呢，彭佳佳很知名的许孝顺的《铁丝玉玲珑》呢，也为我们嘉义市来合作了一出合创剧，叫做《铁丝染灰鸡》。好，那到了艺术节的尾声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台湾知名的编曲大师哈李哲毅老师会跟我们台南民族管弦乐团哦刘教授一起带领的这个乐团呢，会为我们嘉义市带来哈整个系列的一个侏罗人文风情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作曲编曲。那欢迎市民朋友。记者会现场有得为嘉义市议员共同出席，邀请民众做伙来参与着嘉义艺术节精彩的演出，感受艺术的迷人魅力。参加艺术节，做热闹的哦，赶紧来哦！嘉义艺术节欢迎大家来参观，配合我们的商家，欢迎大家一起来，欢迎来我们嘉义参加艺术节，来享受一个上盖水、上盖好食的艺术飨宴。2019嘉义市艺飨宴艺术节，欢迎大家赶快来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发现嘉义之美，丰富又多元，欢迎大家一起来嘉玩。2019年嘉义艺术节除了有一系列的演出，每一场精彩可期。文化局伫4月份嘛开始，每礼拜六、礼拜拢有真侪场次的异国风情、嘉义市杰出演艺团队含青竹桥等等的节目，相当多元丰富。另外，有嘉义市首都公司部门合办的黑胶造卡轻文化讲座，和生活每一处拢会当接触到剧本。和市民朋友会当加入艺术的异想世界，活动详细内容会当上官方网站来查询。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